务城第一轮打完了，秋日森林只有九个营地打进了第二轮，其中某些营地啊临时玩阴的，结果极限把自己给送了，连光明后勤都打不过呀。旷野战场乙战晚安打进第二轮，逝者战场光明楚门打进第二轮，风暴战场沉浮梦露打进第二轮，荒扫战场清河打进第二轮，花开输了，黄沙战场一场演奏极光打进第二轮。下面咱们就说到光明和乙战这两组。首先是乙战的对手，这个是天翔还是啥，我不认识，谁认识告诉我一下。首先光明的高战几乎全来了乙战，要打这个什么天翔的，结果这个天翔的不讲武德，临时都要快进战场了，他们要的全都跑到光明的对手，就是迦兰对吧，全跑迦兰去了。然后我们的指挥啊就喊我们，能打了赶紧跳光明，赶紧跳光明，乙战这边对手没人，乙战这边真没人，我们60个打一个。结果光明那边我们也过不去，因为不让退营地。然后光明的后勤啊就跟他们打，结果赢了，只能说对面玩阴的玩不明白吧，连光明后勤都没打过。